1977年上任，1838年去世，因为当年蛮久的。在任的时候呢，他自己设计盖这个万寿殿，我就说啦，为什么要保存这么完整？因为它变成了教堂了。公元后面600年有一个大帝把这个万寿殿呢送给当时在位的教宗，就给他保留下，就不准动它，不准拆它了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，多亏它变成教堂，受到保护。教堂叫做圣母玛利亚殉难者教堂。这是我们这个万圣节建筑，就是特别高的哈。要说拜宗神嘛，拜天神呐、啊。